上来好不好？恭喜郭总啊！我们想要这样的董事长，对，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刚才那些毛衣都是这个，对，真的是郭总我们自己搭的。我也要感谢一下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对，那么小翟呢？这个这几天在这里呢，一直在做前面的一个工作，很辛苦。也没吃饱过饭啊，那个因为你们喜欢吃辣，我们喜欢吃海鲜，还吃的也不是很习惯。谢谢但到我们这里买实实在在的好而不贵，如果买到的货回去满意的，退货率非常低，满意度非常高，这个你是做一件对所有粉丝，包括对我的品牌，包括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。致敬我们七九八的铁粉们，辛苦了，谢谢。